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为何而战不重要，一级鸟人其实我们不一定能打得过。全军出击，先进草丛里蹲他一手。潘森上路千万别一级学个 W， 知道吧？没用，打谁也打不过，就学个 Q 扎他们。这个皮肤好看，叫什么？大夏武士啊！你为何而战？空间在动，扎一下，进草丛，再扎，吃药，再扎 ，A 接扎。接瓶里点盐，再一下换了回血，差一点点。我会记住你。波兰剑来的，我是药没吃吗？最后的恶毒，就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。不过药吃了也没用，最后点盐肯定能给我点死。只要那个凯旋没回上来就完。刚才除非是凯旋回上来了，行。毛你肚子是众神，踩住欧加扎，跑一手，扎你一下。踩住哦哦哦，不让你打了，最后一下等个升三，踩住哦哦哦，接扎，扎一下，完了，按错了。这些神的力量，只不过是我们的道义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每一下心跳的间隙，都是我出手的时机。他六个刀，我们17个兵。其实他已经崩了，这鸟人。当他跟我换的一瞬间，他就已经崩了。而且俺们根本不怕他游走。回家了，出个皮鞋，一把长剑。不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还能走得更远。哎呦，我中单小蜜蜂啊，这不是小蜜蜂吗？我们生长在爱意和心灵的加护中，但我们必将凌驾万物。打个眼儿来，扎一手，踩住 A 接扎，
剑锋，百折不挠。踩住哦，加子。A 点燃接招，再见。你有褪色，化作血痕。再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6分19秒，我们可以拆一根塔皮。中路卡特飞的，直接飞塔下，咻咻，一给我死，我操！你有鞋吗？你没有鞋，你跟我跑。你走呗，踩住我，我走。你有鞋吗？你有鞋你不早说，我跳弹了，再见。哎，跳弹啊！还有闪现，可恶啊，信哥。刚才没办法，跟他两个人互相，我跳上面，他跳下面了，差一身血，这 AOL 死了。我帮你戳一下子。生命就是一场无休的战争。刚才那赵信怎么能从那个位置下来了呢？峡谷先锋还没打，没刷呢，还他跳弹下来的呀，真是可恶！意志点亮了这把长枪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鸟人不见了，鸟人去下了。鸟人，鸟人去下，我们吃塔皮。人们呼唤着所有的力量，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鸟人害不来。我扎你一下，踩住 A 接扎，接点燃平 A， 我让你烧。啊！闪现了啊！互相之刃没有闪。我大意了啊，我也没有闪。他们家有没有加盾的什么玩意儿的呢？没有。那看来我们得来一个死刑宣告了。这鸟人挺烦人呢，三十来个兵也不孤单。还有俺们家大虫子，怎么没见过这人呢？我踩住，扎你一刀。来，你给我跳过来，来，踩住 A 接扎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扎。那咋那么多人呢？那下路。战斗是你不可替代。
直接飞。大漠荒原秀，我炸死你，我让你干个奶妈踩你的奶炸。压了，这不能给我扛一下。鸟人吃了一层塔皮，我们吃了三层塔皮。小心点儿啊！每当仰望山巅，我就会感到自己。你还回家？我能让你回去吗？你知道你回家对我意味着什么？对我意味着不公！对我意味着我的队友要跟我说：“鸟人总来下，你为什么不？为什么敢抽我？是我虚区不够了，还是你有点飘了？”我刚才在下路没扎你吗？鸟人还妄想赶客，那是不行的。我踩住 OO 接扎，平 A 接扎闪现，我操！踩漂亮，踩住。把峡谷给我打了，啊不对，把峡谷放了，把二塔拔了，还得创个高地。创一下子，回家啦。来个收集者吗？收集者，出个女神之泪，来把魔七。虽然出的时间有点晚啊。吃药扎，踩住欧欧，你还搁里边还给我变鸟，你信哥真的是直接就送塔了。站起来，再和我打一场。战争之道在于听见自己的。这会儿还什么魔气啊？直接吸蓝刀，有道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蓝没了，那奶妈为什么敢抽我？
我是不是得扎你的奶了，奶妈？翻过一座山，为什么要瞅我？一座山，算了，这有人可能一会儿来五个，不合适。没有 BGM， 不整了，挺让我累的，我懒了。没关系，磨切就磨切了了，咱也不出那暴击装，出稀烂刀干嘛？我曾一诺千丈。我现在脑袋有点疼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把打完，我们歇一会儿啊，兄弟们。看会儿电影。嗯。踩住哦，接扎，接平 A， 点燃接扎，没扎着。给我下当了，来个这个吧，我心想来个破败，先出破败吧。我都五毛，大虫子应该是必死。这波送的属实是不太应该啊！刚才谁把我杀了？德玛西亚之翼，德玛西亚之翼挺疯狂啊！咻！是寒冷，处理高山的我并不需要。我闪现踩住，哦，接扎接平 A， 没有破败，还是差点伤害。战斗下去，亘古成名的回响。一加速啊，那一加速踩住接个平 A 接个 Q 还能打死了吗？他有意义，看你像一加速，他要剩一丝儿血呢，一加速还行。直到兄弟再也追不上了，踩住哦，接扎，踩住哦，接扎。接平 A，哎呦我这卡特琳娜，这卡特琳娜的虚区有点高啊。我也得来个破败了，我满血他把我杀了。破败卡特，破败卡特呀，这是双修流，还有出海妖的呢，一样的。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别往那边走了。先扎你的奶，踩住点燃扎，平 A， 我踩住哦，接扎，晦涩，
化作秀。小黄毛，别让我踩着你。小黄毛至于这么狂吗？我踩住剑。确实他有狂的资本，咱要是说的话啊。最后一件来个什么呢？来个大青鱼儿吧。为什么感觉除了我们跟这大虫子还挺难打的呢？踩住哦，这扎拼命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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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卡特伤害是真高，他两件装备怎么区区这么高啊？我决定出个大影魔刀。套盾可以，比我高那得看谁先手，我要先手他那就是我们高，他要先手我那就是他高。我来个影魔刀，这种出门就死可不行，我得找到他们家这个卡片。我们主丁卡特啊，海妖女枪，而且他还出防装了，他守望者铠甲，别让他抠着就行，你让他抠着你不死。我踩住，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。我再踩住 ，A 加扎接平呗，点燃扎，踩住 ，O O O 加扎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哎呀，他老杀完人就死啊，没完了这。沉默，好样的！追踪，推塔呀，这不推呢吗？关键对面没一个塔了，基本上就是出门就干，出门就死，打个大龙吧。大虫子其实也就是肉点，并没有多狠，你知道吗？别太狂啊！那里还有塔呢。来大龙吧，啊！不知道火炉上是否摆满面包，不知道是否还能回去。别急啊、哦！闪现踩住，哦，接着！小黄毛太狂了，下路可以摘，可以拆。我踩住 A 接着，接平的，接着。赵信怎么还无敌了呢？你信哥怎么还突然之间狠起来了？小心点后边啊！
青雨吧，还是青雨吧。要那影魔刀又能有什么用呢？又能扛几下？青雨绑大龙，把大龙打了，给他们一波了。大乱斗啊，出门就打架呀，简直是大乱斗。点岩剑砸剑平，给我打死他红 buff！ 操了！又死了，又死了。不行啊，我们必须得跟这个大虫子走，不能那么整啊，不能那么整。出点肉啊，出个屁肉，出肉不出，出什么肉？先杀卡特。后边人干了。我死完队友死，队友死完我死，我不上了，我不追了，你跑吧啊，你们跑吧，可也去待着吧，我不追了，我也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那能行吗？我得杀鸟人，不打了，溜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我说停停，我肯定不打了，打大龙啊。不行，必须追，我不追了。来都快点的，等个大虫子，我们赶紧拿大龙给他拿下。杀卡特。我怎么感觉大龙要被抢了呢？没事，死死吧，避免的赵信下来给我们家龙抢了。我们这波舍己为人还可以，等我，不用等我了，给我干吧，杀卡特吧。怎么还往下跑呢？大虫子被玩死了，还剩一个 buff， 别死了啊！别死了，别死了，别死了啊！千万别死了！还行，这卡特白中，要输了，输不了，输什么输？还输呢？现在只有一个方法输，就是大虫子掉线儿，给我杀！大漠荒云，我今天不把这赵信给你杀了，我就不叫蓝脸汉，我扎你的脸，我。我再扎，我再扎，卡特没活着，没事，漂亮。再装备，快跑！
下路能不能拆？把下路拆了。这一把打50分钟，他们家小黄毛已经死了，没事，不拆，剩个鸟人，鸟人没用，鸟人，怕什么鸟人呢？这赵信怎么的呢？这赵信，我就发现这赵信是不杀是不行了，是吧？踩住 A 键扎，接平 A， 触发木叶 A 键扎。不行了，是我一看啊，我踩住，没事，他被我踩住了，拆吧。红着5000血，给我吃了他！操，红着没有大，你干啥呢？大龙小龙。隐菜隐还大还装杯，你是我还要死多少次才能学会活着？把红打了去，不过没关系，那边怎么打也打不赢我们家，只要大虫子跟我不死就没事。给我磨切，我磨切33分钟好了。嘿，我终于磨切了，我33分钟把磨切做出来了。中推吧兄弟们，啥也不说了，这波小黄毛我必杀的。大漠荒原就踩住哦，这次快来，他不大，他太小，踩住死，我操，这大虫子还大呀，他跟那个差太多了，那个在站中间都跟把中路都给占没了。哎呀，给你们结个账。